捷的那个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出租车捷克司机，后来又捷克学生，在文地沟那块儿，上报纸了吗？听说是。嗯。他们是全。四周所有路口全是特警。说那俩还能俩那个仿门枪是吧？怎么着？我操！那。是那意思吧？嗯。没那个牌儿搁这儿。这线拿连上就这线连上了是吧？那玩意儿颠的就不行了，这玩意儿。你站着不去，不敢过去。不，明天得发货，今天得让你交身份证。多少钱啊？18吗？都结了，都结了，两股都结啊，是不是来人了？啊，那就是这意思，这还挤呀，要挤过去了，要不一扒拉去了。倍儿大，怎么弄不住的呢？站严实点，差点让名品挤过去。